我们两个互不相欠，我就是我们两个希望平平等等，我们两个都是希望是平等的在一起，我不希望是因为我欠了明哥什么，别人也会觉得，可能会别人都会觉得，哎呀你看嘛，他就是为了那个不还钱，他就跟那个人结婚了，我不想让别人是这样认为的，各位兄弟们，我不想让别人有这样的认为，有这样的想法。我跟明哥在一起是出于明哥啊喜欢阿妹，阿妹喜欢明哥，我们两个想在一起，我们才这个样子，而不是像别人口中所说的，哎呦，是因为明哥帮我还了钱，我欠他的钱，我是不想还那个钱了，所以才那样子支持你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帅们？支持的哥哥姐帅们，支持的打个支持，哥哥姐帅们，支持的打个支持，怎么没办法，你想跟别人出去上班，我说了我不想跟他上班，哥哥姐帅们，我不想跟他出去上班呀，我不想跟那个人出去上班，那个人我也不了解他，我也不认识他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帅们，我为什么要跟他出去上班？哎，你真的就不要出街，你就屋头，你看这村里头也需要你嘞，只有你才能帮我把那个东西山里面找的东西收集走，我们拿到街上寄的话，就因为一个月两个月都卖不出去，我们都需要你，你出去了，我们都不晓得咋个办了。我知道周围的邻居他们都信任我，但是，真的，他们每一次，他们都有各种的声音，哎、都有，我真的我都不知道该要不要继续做这个生意。不是嘞，他们是觉得你收的便宜。然后又觉得那个明哥有钱得很，他们就哎呀见不得人家好，就见不得别人好，是这样子的，你就不要想多了。对，我们还是支持你的人多得很，我们这村里面你看老年人，老年人啊那些，你看不是你的话，有些脚杆不方便，这不方便那不方便的，全都只能靠你，所以你真的你觉得你不能出去打工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支不支持阿妹呀？哥哥姐姐阿妹，你们支不支持阿妹在家里面做生意呀？哥哥姐姐阿姨们，支持的打个支持好不好？我看一下我直播间现在这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看着，对不对？你们支持阿妹的打个支持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支持的打个支持。他都搞定了，弟弟。真的，你看嘛，我那个村里面老人，你看，年轻娃儿都出去打工了，老人自己身上找的那些东西，我只能拿给你，然后你帮我们买，要不然我们拿到街上寄的话，我们又浪费时间。你看，拿到街上寄要耽搁一天的时间，然后还去街上去吃一碗面，有些时候开都不开张，还要吃一碗面，还有车费一起浪费20-30块钱。但是你这儿帮我们弄收了的话，我们就是可以相应一点拿给你，便宜一点拿给你，然后你帮我们一次全部收完了，真的，你出去打工的话，我们都不晓得咋整了，还是要你是真的不能出去打工，然后你爸爸那个人嘛，你也不要听他的话，他还没得那个小明对你好，小明要对你好的，你老孩儿的话，你看嘛，他今天给你介绍的啥子东西嘛，后边后话。对，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明哥的话他也不支持我出去，明哥的话不让我出去上班，他每次就是说让我在周围去帮助那些我们周围的老人呀，像有些的话就是这些地方腿脚不方便的不能去街上的那些，让我去帮他们把东西收了，这样子的话我自己也能挣到一些生活费，然后也能帮助到村里面的老人。明哥的意思就是不让我出去，就是让我在家里面，就是去帮周围的隔壁村呀，就是这附近的农村里面去收东西，然后这样子的话既能帮助到我，既能把品质好的东西，就既能把那些好的东西分享给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又能帮助到我们这边的老人，我自己能也有能一能也有也能有一点点的收入。所以说明哥的话他说不让我出去，让我在村里面。哎呦，你赚啥子钱？你的收入嘛不算啥子了，是帮到我们这些农村里面的人了，真的。你的话，你看嘛，你才挣2块钱，我晓得。村里面的人说，有些时候你挣2块，有些时候你都不挣钱的，所以你是真的都是为了我们好。哎呀，我都不晓得咋个感谢你了。
我真的我能帮得到，我能帮得到周围的邻居，我能帮得到爷爷奶奶们、叔叔阿姨们，我也很开心。但是我说我就是我挣不挣钱我都觉得无所谓，我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我能帮得到他们，我看到那些老人们他们的笑容，我就感觉自己真的很开心很开心的，可以算吗？但是就是有些人的话他真的不理解阿妹，有些人的话他就是不理解我。哎呦，我们都理解你，包括你那个不是在直播，你直播间的那个叔娘娘他们肯定都是支持你的，也是理解你的，你问一下他们嘛之类。你们理不理解阿妹呀，哥哥姐帅们，你们理解阿妹吗？你们能不能理解阿妹？理解哦，咋个不理解你？他们不理解你吗？我们也是理解你的，真的，他们都是理解你的。哦，你就不要想我了。哥哥姐帅们，你们理不理解阿妹？你们理解阿妹吗？你们理解阿妹的想法吗？哪个都理解噻，那我们不理解吗？他们肯定要理解噻。你看嘛，你天天帮我们，我们都不晓得咋个感谢你了。我们还不理解你哦，肯定理解你。哦，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。理解是不是哥也算嘛？理解是不是？肯定理解，咋个不理解嘛？你看嘛，他们是。那么多人理解就够了呀，我跟你说理解你的人有一个两个就对了。怎么开心就怎么做，哥也帅吗？我也想要让自己每天都天天开，就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但是总是阿妹不知道为什么，阿妹这个人的话总是会遇到一些烦心事，总是会遇到不好的一些事情，我感觉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让我给遇到了，真的。我真的很，我感觉自己很不幸，我就感觉自己很不幸。好事倒是没遇上，那些所有的坏事、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了，哥哥你帅吗？哎，知道我们得了，我们得，我们得了。阿妹这儿的，我他在直播，在直播。是不是那个人人又在那了？咋子？那个人还在那哦？咋个还不走哦？都那么久了，咋整哦？他阿妹上来。哦，阿妹上来吧，阿妹要被他拉鸡。那个人还在闹呀。不行，阿妹肯定不能拉上来。让他们把他赶走嘛，让他们把他赶走。哦，你们把他赶走嘛，哟喂，那个不能让他在那儿吵得很，你们明天还去打孙子就起不来了哦。他现在在直播，在。还收不收那个？我们搞定了。还收不收？我不晓得他收不收，他现在心情不好得很。哦，我问他跟你说，就他们问你还收不收东西啊？是谁呀？是那个上面住在那最上面的那个奶奶。哦，他呀。他就是专门打电话来问你要不要收的话，他没啥，别下来。他现在背下来吗？哦，但是太黑了哦。嗯。他今天拿到街上去买，还剩了一些。还剩了一些，是不是？哦，就放在最边上那个邻居屋头的。要的话，我说你这还收的话，就给你收一下。你让他拿来嘛，你先让他拿来嘛。那个东西好的话，我就给他收；东西不好，我就不给他收。对对对，我去拿。你看嘛，他一个老人家。对，走路又不方便，眼睛你看那么黑的，手机也没得看，又看不到。行吧，那你去拿嘛。我去拿。对，你跟他们讲一下，把那个人赶走吧，要不然一直在那里影响周围的邻居。我上去的话肯定不好。对你上去的话，因为他一直闹。好，我先去拿了哈。行吧，你先去拿吧。哎呀，
现在我就是我住在我上，就是我们家后面的，你知道最后面的最后一家的那个老奶奶，现在打电话过来，打电话给我旁边的这个人，说那个人还一直在那里闹，还一直让我闹，还一直在那里闹。哎呀，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了。哎呀，可以摔吗？然后现在的话，那个奶奶她的话，今天有一点东，她背东西到街上去了，然后有一点东西还没有卖完，她问我收不收。我的话本来就是做这个生意的，我如果不做这个生意，我自己没有出去上班的话，我也没有一点收入。我的话能挣一块是一块，能挣两块是两块。然后我想尽快的把明哥的钱给他还上，各位帅们，我想尽快的把明哥的钱给他还上。因为哥哥说嘛，我就这样跟你们讲嘛。阿妹，我关注你好长时间了，谢谢谢谢你谢谢你，就是我这么跟你们讲吧。因为你们之前记不记得，就是明哥他前段时间回来找我的时候，他说他工作他辞职了。然后现在的话，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就是之前明哥他回来找我的时候，他说他辞职了，你们还记不记得？记得的打个记得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不要管他，自己要有主见。好的，哥哥姐姐帅们，好的，谢谢叶阿姨。哥哥姐帅们，你们还记不记得说明哥他说他辞职了？哥哥姐帅们，你们还记不记得？我问一下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人那个事情？就是之前明哥他回来找我了以后，他说他的工作没了，他说他辞职了，记得是不是？对，哥哥姐帅们，明哥他因为自己就是自从那个公司里退股了嘛，应算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他现在自己再重新创业，重新再做一个公司，他本来就是投进去的这个钱很多的，很多，真的，他自己手上的话也很紧的，手头也很紧的，因为自己再重新做公司的话，真的需要很多的钱，所以说不要钱的事了。不是，我是想跟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帅们说一下，然后他也没有，真的，他一下子给我拿了那么多的钱，我觉得之前我看到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。他就是他打电话问那个人，他说就是过一段时间，就是他公司运营的比较就是运营的比较好的时候再把钱给他。他可能是找他的朋友要的，哥哥姐帅们，那个钱可能是他找他的朋友要的。所以说我这个钱我真的我必须，就算他不是找他的朋友要的，我也必须得要还给他呀，哥哥姐帅们，我也必须得要还给他呀。哎呦，来了！哦，他都背到这路上了，我给他接下来了。我又喊我的那个叔叔把他送房子了，我给你拿下来了。送上去了是不是？对，我拿下来，要不然我还怕你这个，搞得晚的话，那老人家现在就想睡觉都很。对对对，现在。他又担心那个东西没。我奶奶就是这样的，我奶奶就是晚上的话，她。什么早就要睡觉，省的还多得很，他剩的还多是不是？我给你拿。因为他放的好好吃嘞，真的。舍不得，没事，帮我洗洗身体。我没拿，没准备。我看一下你这那个东西。哎呦，这个奶奶他们家的东西感觉晒的都挺好的。我看我先先拿这个最好的给你看嘛。先拿最好的给我看啊。可以。先拿最好的给你看。来，你拿到。阿妹说你美是鼓励你，谢谢直播间里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对阿妹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你们。这个还有。你先拿少一点，拿少一点。哎呀，不要拿多了。我先拿一半给你看，一半。好，什么东西？